这个视频为师重点给你讲一下角度计算中的木有图问题。在一大波又一大波木有图问题的蹂躏下，你已经练就了逻辑严密的分析能力以及炉火纯青的画图技术。现在不妨接为师一招，看看这题。已知 OA 垂直 OB 于 O， 做射线 OC 使得角 AOC 等于15度，那么角 BOC 的度数是多少？读去画图可是几何大法的基本功。 OA 垂直 OB 于 O， 那就做出这个直角，做 OC 使角 AOC 等于15度，画出射线 OC 满足要求。慢着，有位兄台想让 OC 在直角里面，没问题，其实这条射线也可以满足角 AOC 等于15度，所以这道题是双解。先看第一个， OC 在直角外面，这个角是15度，这里垂直也就是90度，整个大角 BOC 的度数就是它俩的和，等于105度。再看第二个， OC 在直角里面，这个角是15度，整个大角是90度，也就是说角 BOC 等于90度减15度，也就是75度啦。这题的答案就是105度或75度，少一个可不行。像这种木有图的角度问题，画图时一定要注意是不是有两种可能，画出每一种情况的图，再分别计算角度就行了。挡过了这一波木有图问题，想必你的神功有精进不少，且待为师寻访妙题，来日再战。